我他妈给你了吧，你狗子啊，是不是啊？我这边有肉是吧？嗯，太热了。我都是你老婆给你爸，我这个地位你都不知道。啊，好。杨哥，咋了？咋这么热？不开空调了吗？这什么地方啊？长沙一线城市啊，消费都会这么热啊？开空调不要钱？太热了啊！开空调不要钱？那边都准备好，要给我交钱，押金交两天，把钱先给我交。各位都准备好了，你快点把空调开了吧。就你懂事啊，下次的办法，下次的办法，空调给你拒绝点啊。可以，可以，杨哥。小妹听不见啊？啊，把结婚证给我交了。交多少？1000。二万把儿子现金，给我快点。快点。下次动作快，懂水一点，知道吧？啊。听不见啊？知道吗？交电费。不交，为什么交？老公，给你脸了是吧？二万，快点，送我快点，没钱就交二万。为什么要交？我他妈给你脸了吧？你屌农村的，是不是啊？不交，就你这个农村人，这辈子都吹不起空调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快点，钱呢？钱拿出来。啊？下个月给我总水电啊。那边送快点，押金交两天啊。咋不开灯呀？你们上班这。小家伙拿的挺好的啊，谢宝，电费交了，多亏，不给你多说。不是，快点！你在这干嘛呢？就把电费给我交了，你管我干啥？没电，关了，快点！快给我关了，太热了。闭嘴！什么关了？就你话多，关了。再开了手脚。这长沙这么热，不开空调怎么办公呀？快点，没电。电费快，谁说的没电呀、啊？快点，电费给我交了，别想那么多，快点。不是，我刚租这个场地的时候，我交了一年的电。交电费，押金去交，交物业，把物业叫过来去。1500，快点！不是你干嘛呀？啊，你有病吧？你这个人！我他妈的，你干什么？你他妈的，去跪着！我动手！跪着！谁呀、啊、你？啊，我没见过你啊！把房给我，你是物业的是吗？还是谁呀、啊？我是物业的，我他妈是这个公司的老大，是不是？你是这个公司的老大？原来是我没做，对。他什么时候过来？你放在就你化妆部的。不是，收了你多少钱？他收了我1000块。收了你1000块。谁呀、啊？你在这公司的？我他妈要交你！你这样的啊？你是谁拉你走？你先别问了，你拉你走。我问你是什么？你招哪一组的？谁招你过来的？你别管谁招你过来的，我这我就是你老大，没错。你是哪一组的？你是老大是吗？对。啊？你是哪一组的？幸亏我把你开了，今天。好、啊，你把我开了，来，你今天把我开了。你等着。他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小程一来他就把电关。喂，小程一来就把电关了。哥，我没搞好事情，那全部给回收了。那个叔叔来了，一个臭女人，向他交电还是不交？收了1000。对，不听话。收了1000是吗？是。过来给我把它开了。对。啊，快点啊！你等着啊！不要动。他已经把那个电脑关了。我今天就等着你把我开了，好吧？别给我扯了，谢谢。等我表哥来，赶快剪视频哈。嗯。你今天出单了没？出了。出了多少单？今天我出了4单。出了4单。对。可以的。表哥，兄弟，把那给我看。就他，就是我们老板。你表弟。给公司做贡献，做什么贡献？把钱都拿出来！赶紧滚蛋！可以。
你认为这是还情的事吗？你也一块给我滚！有点，小孩子不懂事儿。不懂事儿啊？这是小孩子不懂事儿？这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？你跟我马上也有一年的时间了吧？有没有？来，我问你，你上个月每个月做电商平均多少？上个月三万四。上个月三万四，每个月电商短商加一块儿至少也有两三万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来，不管是在贵阳公司场地还是在长沙场地，我让，虽然咱们是合作关系，每个小伙伴都是合作关系，我有没有让你们出过场地费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是不是所有的货源、所有的资源都是我来提供，都是我来出的？是的。那你表弟在这说电视是算怎么回事？我有扣过你一分钱吗？我先问你，我有没有扣过你钱？没有。没有。啊？你看这算怎么回事？小孩子不懂事啊！你现在在为他辩护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说没有你的允许，他不敢这样做。今天来第一天，不是公司，不是什么人都要。虽然我们搬新公司了，现在在开放名额，但是我不是什么人都要，就你表弟这样的人啊，通过审核没？就他不来公司，学习培训了没？我们每一个电商徒弟都要通过五天四夜的电商培训，他培训了吗？我问你培训了吗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就他不来公司，你直接一块儿滚蛋，滚出去！你们所有的钱还是钱，所有的钱我跟你们讲哈，我跟你们几个讲，就是来到樱桃姐身边创业，所有的资源都是我来提供，我不会让你们囤货，不会让你们压货，场地费什么的我都不会让你们出，可以吧？我是说到做到的人，就是后期没有任何付费，就是没有任何费，我们只有一次性付费，知道不？像这种情况你们就直接跟我讲，直接跟我说，今天是不是一早来就没有开空调？对啊。我马上联系物业，让他把店铺门打开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都辛苦了哈。这个退一下，你负责退一下，我去那边了去。好了。